我们待会也可以从他们的展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呈现的道具叫做竹筛。竹筛在卢凯族的传统生活当中也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器皿，它不但可以盛装东西，也可以作为我们祭典的道具。好，所以我们特别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呈现我们卢凯族非常重视的一个生活使用的一个器皿。是，这也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个展演的节目。
收获，表达感谢之意。我们的独三五呢，会有我们组里面的妈妈小姐，就是我们的优良的妇女，来带着我们的未婚的妇女呢，学习这个采集啊、采收。主要呢也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年度的丰收以及我们在族群里面的团结合作的精神与意义。
感谢，谢谢我们的妇女会长惠美姐姐哦，带来召集我们所有在北区、桃园区的姐姐妹妹们来展示这首《百合花舞》，真的是太难。